3月22日，邱淑贞的大女儿沈月，一直以来都被封为最美的新二代。爸爸沈家伟长得比较粗犷，但是他就近了妈妈的遗传，不但长得亭亭玉立、明艳动人，更是有一双逆天大长腿。不夸张地说，甚至比邱淑贞年轻时还要漂亮。早前沈月就获得爸爸的支持，为自家的品牌走秀。虽然是他的首个走秀，但是非常的淡定，年纪轻轻却兴奋十足。比起那些专业的模特，一点都不逊色，更加赢得不少现场的掌声。而今天沈月突然就在社交平台晒出13张她的一些旧照，只见每张都近到不可方物，肤白貌美，腿又长，简直就可以吊打现在很多流量女星。沈月的这些照片，你要可爱巧人的也有，你要性感成熟款的也有，真的是每一张都非常抢眼。有如此的美貌与身材，难怪有那么多男同学追求。很多网友看完后都纷纷大赞非常的漂亮，绝对是360度无死角，而大部分粉丝都是用上女神这些字眼来刷屏，有的甚至还说已经超越妈妈邱淑贞了。而且据称，因为邱淑贞知道娱乐圈的险恶，所以一直都非常反对女儿沈月入行，为了阻止沈月早恋，邱淑贞甚至每天